哇，这一棒变化球捞起来，打成一个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，左外左一路往后推，这个球 goodbye home run， 两分炮在二局的上半。哇，这个时候四棒的打者曾胜恩开轰了。哇，一个失误来一个两分炮，又多掉了三分了。这个半局平正的两个失误哦，不止掉一分，而且还让下一棒的打者曾胜恩打出了全垒打，多掉了三分了。比数现在变成了6-2了。哇，冠军战开轰啊！四棒的打者曾胜恩今天单场两支的安打。哇，好看啊！这球扛得有够远啊！来看一下这一个球，变化球扛出去了，捞起来。直接的过墙啊，